靠谱吗？苏有朋请来要搭档上春晚。春晚一直都是明星们想要登上的舞台，前段时间苏有朋就公开向冯小刚请缨，想和秦岚搭档上春晚。而近日秦岚亮相重庆某活动，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得到苏有朋的邀请了呢？没有，他邀请失败了。那如果你参加那个春晚的话，你会特希望表演什么呢？就像有朋说的吧，其实我们两个生活中还挺有喜感的，如果能去的话想演一段小品吧。片约不断的秦岚近日正式加盟了备受争议的于正版神雕侠侣，搭上是非不断的于妈，秦岚的心态还真是好呀。我倒是觉得有争议其实也是一种关注，但是我的那个角色可能也原来没有过原型，是这次全新的一个角色，所以可能就不存在争议了，因为前无古人嘛，后无来者就不知道了。王凡天综合报道。